所以你往这个方向都是负的，哦，所以特别注意位置的地方，哦，如果那当然你将来这个 TOS，哦，你要放哪个位置都可以，哦，显示在哪里都可以，不过一般，哦，其实 TOS 我们都这样，啊，反正就有看到就好了，其实通常不太会去改它的位置，啊，你大概知道，哦，可以这样改就可以，哦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要来看下一个范例，哦，不过看下一个范例之前，哦，然后我会希望说各位请你把它改一下，改成像电话有没有的键盘，然后呢可以再增加7890，然后把清除跟确定各放两边，哦，然后这样做出来，就位置稍微版型稍微改一下，哦，做出我们要的这样的结果，试试看，哦，就是稍微做一个版型稍微变化，那并且呢增加，几个4个按钮，哦，OK，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哦。